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三义出名的是木雕。听到美浓会想到纸伞，那听到新竹你会想到什么呢？是米粉，是贡丸，还是城隍庙？事实上啊，在新竹呢，也有一种非常有名的传统手工艺，那就是玻璃艺术的创作。为什么新竹的玻璃艺术会如此的声名远播？而玻璃又是经过了什么样的吹制、铸造、研磨等等的工序，变成千变万化的面貌呢？今天的职场达人秀，我们将带您一起体验新竹的玻璃艺术创作。借着高温烧烤出变化多端、巧妙不同的玻璃艺术品，其中究竟蕴藏着多少玻璃工艺家的心血与创意？纯熟的传统技法与时俱进的创意思维，激荡出拉斯玻璃艺术大师林启灿传统与时尚流行结合的玻璃艺术作品。精彩内容千万不要错过。在新竹呢，有许多为了玻璃艺术而努力耕耘的工艺大师，他们辛勤的创作并且积极的推广，为的呢就是希望让玻璃能够有朝一日除了工业用途之外，也有机会转型成为工艺文化，并且透过他们的创作还有展览，让新竹的玻璃艺术能够发光发热，吸引更多人来参与，让玻璃艺术能够有机会继续传承下去。今天呢，我们要来造访这位玻璃艺术大师。他不仅仅致力于玻璃工艺的创作之外呢，他还希望啊，能够透过教学的方式，让这项艺术能够延续下去。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带大家认识他，来看看可不可以学习到一些玻璃制作的技巧喽。林老师你好。你好。曾经荣获三届金波奖的林启灿老师所创作的玻璃艺术作品风格自然，匠心独具。近几年来，老师除了创作玻璃艺术品外，也积极推广玻璃工艺文化，希望能将玻璃手工艺永续传承下去。新竹玻璃在繁盛时期，工厂数量超过30家以上，也因此开启了台湾的玻璃工艺之门。在当时大量的外销订单，也为台湾的经济带来了繁荣景象。近几年来，因为政府对于发展地方工艺的积极推动，新竹的玻璃工艺优秀人才更致力于将玻璃文化与观光资源做结合，使得原本的传统玻璃工艺增添了艺术感与较高的经济价值，让新竹的玻璃工艺层级更加提升。听说啊，林老师是玻璃艺术的达人，所以今天呢特别来请教学习的。不过在学习之前呢，我想要问一下林老师，就是当初怎么样踏入这个领域的？其实是在偶然机会里面呢，我到同学家去玩嘛，然后看到，家里他们家刚好在做那个拉斯的外销，然后有个玻璃产品，那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一个玻璃艺术，我觉得蛮不错的。那刚开始我就学一个那个圣诞吊饰的球，那这一个暑假来就学那个球，那一个暑假下来呢，我就是做一个成名下来，就做了一些打工的费用，这样子下来，就这样结束了。毕业后，因为有机会接到外销玻璃订单的林启灿，在工作上遇到一位外国籍的玻璃达人，由于达人的严格要求，使得林启灿更是战战兢兢的。并借由从做中学的方式，以提升自己的专业技术，奠定了日后由匠师转型为艺师之基石。我们每天呢、接触到非常多的玻璃制品，可是好像都不知道玻璃的原料是什么，然后它的制作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基本上玻璃的原料，大概有细砂啦、碳酸钙啊、碳酸钠啦，还有那个石灰石。等等的一些那个原料所构成的，那它有分两种加工方式，第一个是一次加工跟二次加工。
那像一次加工的部分呢，我们在桌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嗯，它就属于一次加工。啊，所谓的一次加工呢，就是直接把这刚刚我讲的石灰石啦、碳酸钙那些原料呢，就直接放到干锅炉里面去，然后就利用一些辅助工具把玻璃挖出来，使那个玻璃的液态挖出来，直接就塑形了。像桌面上的公鸡啦、天鹅啦，那你说二次加工是什么意思？二次加工玻璃就是从也是从液体的那个玻璃锆里面呢挖，就是把它拉出来成一个棒子，然后但是它不是一个成品，它只是一个二次加工用的使用的材料。原材料。可是如果我说把这只天鹅拿去烧，再烧出另外的东西，就是二次加工玻璃的吗？啊，这不是。也不是哦，不是这样解释哦。不是不是。二次加工应该是拿，只是把它拉成一条棒状，我们要使用二次加工的一个条棒，棒子也好，块料也好，都是属于二次加工部分。哦，而不是成品哦，是半成品的一个棒子也好了，块料也好，这就是半成品。其实啊，现在看到桌上这么多的工具啊，就要问一下林老师啊，像我们创作玻璃艺术的时候，会用到工具到底有哪一些呢？基本上最主要的就是这我前面这个火把，因为它要把玻璃塑形需要高温的温度。这个是几度？对，那这温度大概是1250度，那它必须要用到瓦斯跟氧气。我背后这个是瓦斯，氧气是隐藏式的。那前面这个是预热炉，就是玻璃的膨胀吸湿的关系，所以它必须要预热，要不然上高温的话很容易的爆裂掉。对。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碳板，这个碳板部分就主要是说弄平啊，或者是把它压平。这个夹子的部分呢，你看里面有一些纹路存在啊，这是叶子的纹路。然后我们玻璃在已经融那个软化的时候呢，我们夹子把它夹上去以后呢，它就变成叶子的形状出来了。这只呢，这是长夹子，这是当我们在完成作品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取下来，因为温度很高，所以必须借助这个夹子，用这个夹子把它取下来，这样子。这眼镜的部分呢，就是因为我们长期在工作嘛，它有过红外线的一个功能存在，所以你戴上去的时候，那些红色的部分呢就会挡掉了，保护眼睛，对，保护眼睛作用而已哈。那那个呢？我刚说像打肉片的这个，这个不是打肉片的，这个是在，这是在我们在做琉璃柱的时候在塑形，比如说这琉璃棒，对不对？那玻璃上去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滚，你要把它滚圆形、滚扁形，然后就是靠这一支来滚的。这个材质是碳板，石墨碳板。那除了这些工具之外呢，我们最主要的材料呢，就是我们现在手上看到的，桌上面看到的一个彩色玻璃棒。这个彩色的部分呢，这个通常都是在做琉璃珠使用的，它的融化点很低。然后温度也很低，所以它必须要靠这个预热炉先预热，预热后再上高温才有办法去作业这样子。对，可是像很多那种武侠大师有没有都有他的必杀技或绝招？那老师你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技法是引以为傲的？我来说一下，我当初学习的是从大师那个技法开始学习的，那我现在就来做一个那个我最比较擅长的大师的技法来给。来秀一下这样子。林老师啊，可以说是玻璃拉丝的大师级人物。那么呢，他马上就要用这些水晶玻璃棒来示范他的拉丝玻璃的技术，是吧？对，没错。请。那我就挑这个透明的。透明的。那这一支玻璃棒呢，大概是1公分左右，10mm的玻璃棒。那我们这一根叫做教条。要先把这玻璃棒呢，把它软化。那到作业点后，我才有办法拉成丝。那你看这玻璃棒是10mm的，那我拉出来的丝呢是1mm左右。那它这个难的部分在哪里？难的部分就是你要如何控制这个丝啊，让它不会在火中拉断。有时候这样一般人拉就断掉了，你就没办法继续做下去了。所以你这还可以接起来吗？你现在这样？对对对，可以。真的这么厉害？一般呢，我们比如说拿胶水、浆糊，或是拿针筒，因为那个凸凸 silicone 有没有，你都没有办法做出很平均的一条直线，更不要想象这个是完全是空手在这边做。
素与丝的巧妙搭配是林启灿老师的创作风格特色。而拉丝玻璃主要就是以喷灯加热，将实心的玻璃棒拉成细玻璃丝，加以绕接成型。而拉丝的基础就在于实心玻璃的热塑，若是能两者兼备，自然能出入于两者之间，游刃有余。林启灿认为，设法将玻璃拉丝拉长、拉直而又不会断裂，涉及到温度、手工、速度及控制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一一解决，便是最困难之处。我现在就来示范琉璃珠的做法哈，那我就挑一个颜色来做，宝蓝色的海洋之心就完成了。事实上，做玻璃有非常多的技巧，比如说我现在要做的这个融合技巧，是男女老少都可以做的哦。其实这个有点像是这个马赛克的这种材料哈，成品我们可以把它做成是像项链也好，手机吊饰也好，有很多这样的成品可以来创作。哇，来看老师做的天鹅，在我手中还有一点点余温哦，温温的，闪闪发亮，完全想不出来它是用玻璃做的，因为它如此的柔美，它线条非常的漂亮。不过呢，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看到我脖子上，锵锵锵锵锵锵锵，琉璃珠，我们现在就要来做琉璃珠。我现在就来示范琉璃珠的做法哈，那我就挑一个颜色来做，示范给粉蓝色的。对。那个这是蓝色的部分，所以这个也是玻璃水晶，琉璃部分，琉璃的部分，那它的温度比较低，嗯，不像刚刚我做天鹅，天鹅那温度是1200多度，哦，它熔点比较低，熔点比较低，对。那您在你的左手的那一只又是什么？这一只是一个钢棒，然后你看到白色的部分，它是一个隔离剂，嘿，那因为它需要为什么要隔离剂？因为帮玻璃裹上去跟钢棒在一起的时候，它没办法脱离。所以它必须裹上这个隔离剂，到时候把琉璃珠裹上去以后呢，等它冷却后呢，才能把它就从钢那个钢棒拿出来。所以这个白色部分隔离剂是属于他们的一个媒介就对了。哎呀，我天真了，我真的认天真的以为啊，这个琉璃珠啊，就是拿两个颜色啊融掉之后合在一起，因为老师刚好说那个两个板子这样搓搓搓搓搓，我想就搓出来，后来想说，哎呀，不对啊，因为它中间其实是要有一个洞，有没有让线穿过去？所以这个隔绝剂就是做出这个洞的用意嘛，对不对？没错，恍然大悟啊！所以现在这个动作的诀窍是什么？老师，我等一下要做，我现在我现在这是一定要转哈，那你这个玻璃棒一定要在火里面哦，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融，就是转不动，因为你没有融化到它嘛，啊，这玻璃棒你记住一定要在火里面转。哦，就需要把我的老夫子眼睛戴起来，就往外绕哈，这样慢的慢的绕没关系，试着玻璃哈软化，啊，那你把它切断哦，它是不是什么不规则的？对，其实有点像瓜牛的壳。不规则，那就要在里面再烧了，那就是我们要利用在刚刚要继续转，不能停留，让它转。那你要加快速度的话，就赶快利用这个石墨呢，来把它塑形出来。塑形它现在有点变，好像变成长方形，又不像圆形。那我们用就是靠自己的棒，这个石墨来跟它塑这个形状。然后因为它已经就有点接近那个圆形的部分，那还是要靠在操作过程呢，还是要继续去转，让它这个洞是在那个琉璃珠的正中间，那如果我们想要变做一个星星的话，我们就烧这个地方。星星，心一个心的话，爱心哦，对，爱心的话，我们先把它压扁好了哈，这个扁心哈，两侧扁心。哦，先把那个爱心的两角。为什么要？这是就是在塑形用的哈，就扁扁的，然后一样还是要绕，还是要。很均匀的绕圆圈，那水往低处流嘛，它是不是往下滴？我这一个心形出来了，哇！我现在的作品已经完成了，因为这温度在很高的温度，那我必须要赶快放到虚冷那个制湿粉里面来做一个虚冷的动作。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说，
我们烧完后高温嘛，那高温它这个材质不适合从高温以下急速的降温，所以必须借助这个制石粉呢，从温度高温下慢慢的降下来，才不会裂掉。啊，这样子我们宝蓝色的海洋之心就完成了。看完老师示范这么多啊，我真的已经迫不及待，好想要亲自尝试一下做琉璃珠。那当然，老师还在旁边从旁指导了哦。林启灿老师以往是以匠师之名，为迎合外销订单的需求，作品上大都偏向写实，也常以像或不像来评断作品之优劣。但是林启灿凭着精熟技术以及巧思制作，也渐渐迎头赶上当代艺术思潮之现代作品。好，我的爱心完成了。老师，虽然是你从旁边指导的啦，可是你也给我评个分数吧。嗯，以初学者做起来真的是做得很漂亮啊。我们制作完之后一定要插到这个里面吧。对对对。好，大家不要看老师刚刚做这个拉丝玻璃做成天鹅，然后我做这个玻璃珠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事实上做玻璃有非常多的技巧，比如说我现在要做这个融合技巧是男女老少都可以做的哦。徐老师，要麻烦你来指导我一下怎么做这个融合的部分。 好，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些材料。好，其实这个有点像是这个马赛克的这种材料哈，然后我们借由这个小烤炉的部分，它的温度大概是850度，然后借由小朋友也好，成人也好，他其实年纪很广，运用这个大家创意的发挥，然后再进烤炉之后就可以做成我们的成品。成品我们可以把它做成是像项链也好，手机吊饰也好，甚至是挂在包包上，有很多这样的成品可以来创作。今天谢谢老师的教导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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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历过传统玻璃旋涂生涯的林启灿老师，在没有传统包袱下展现出超越传统造型的玻璃艺术创作风格，创作上不但贴近现代的抽象艺术，同时也将他的智慧哲理情意人生融入创作当中。林启灿老师说，新竹的玻璃制造技术早已闻名全球，但想要将玻璃创作提升至文化产业，是需要更多的创意人才的加入，将新竹原本的玻璃工艺骄傲再推展出去。刚刚跟林老师学习完了玻璃的创作，我们现在呢就来欣赏一下他的杰作啊。这个在我们面前，这个是算您满意的作品吧？对对。那这个作品是什么名字呢？我们叫做《生生不息》。那我是利用那个门牙的那个意过实际下去做的。那这门牙代表意，其实就好像我们教育小孩一样嘛，小孩也是一种教育，启发的教育啊，跟门牙有一点相关性的，所以才有这个作品的产生这样子。刚才这件作品呢，叫做《荒漠甘泉》。荒漠甘泉啊，对，好特别的一个名字哦。看它颜色非常多，做的好像这个仙人掌的形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因为在沙漠里就是缺水嘛，然后仙人掌就是，我是用比较幽默然后有趣的那种方式去表现，然后就是说这个圆圈是代表那个仙人掌嘛，然后我上面做了一些水龙头呢，表示说只要装上水龙头的话，装到插到仙人掌里面，水就会跑出来，这是比较有趣的一个作品。为了落实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林启灿老师的创作品除了可供艺术鉴赏，还增加了实用性，例如送礼赠品及讲座功能。像是创新讲座就是林启灿的独特创意，客制化的专属讲座除了玻璃艺术创作外，也为传统讲座挹注一股乐趣及增添收藏价值。哇，老师你的作品好多种，而且每次都很精美啊，可是很多人就想要知道从事玻璃艺术的创作它的花费怎么样。我就拿这个来比喻好了，我们讲与其讲花费来讲，我们不如讲创意啊，创意无价嘛。像这个东西，这个作品的话，如果在技术方面多琢磨的话，我们会创出很高的附加价值出来，是这样子。
老师，您能给一些想要从事玻璃艺术创作的朋友一些建议吗？可以啊，因为我们现在政府正在大力的推行那个文化创意产业，那当然有些有创意的人他不一定有技术嘛，但是我们有技术人也不一定有创意嘛，所以我们希望说一些有创意的年轻人呢，能跟我们这些玻璃业者来搭配，我想能创出技术的比此技术更好的一个文化创意的产品这样子。为了将玻璃工艺传承下去，也为了减少人才断层的问题，林景灿在繁忙之余仍从事教导玻璃制作技法，也应职训单位的邀请受聘为指导老师，让有心想往玻璃创作的人有机会踏出第一步。哇，看到手中两件自己做的作品，好感动哦！今天谢谢老师喽，谢谢。林奇灿老师说，新竹的玻璃制造技术早已闻名全球，但想要将玻璃创作提升至文化产业，是需要更多的创意人才的加入。竹科造就新竹的繁荣之余，他也呼吁，科技之外，新竹更应看重自己原本的地方特色，将新竹原本的玻璃工艺骄傲再推展出去。玻璃媒材呢，是跟其他媒材是不同的，它有时候一个线条透过光呢，它就可以呈现它的美。那投入玻璃这个行业呢的传承问题，其实是我最担心的，因为它必须要耐高温，要有耐心。那我也希望说，实在年轻人呢，能有对玻璃艺术热爱的年轻人能投入这个行业，让玻璃的工艺呢继续传承下去。人的一生会从事什么样的行业？有时候除了专业跟兴趣之外，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机缘。像林奇灿老师一样，他误打误撞因缘际会之下，便一脚踩进了玻璃艺术的创作领域，从此无怨无悔无计较的坚持往前行，终于在这个领域发光发热，成为大师级的人物。其实啊，我们不管做任何事情，都应该要有这样认真执着的精神，才能够开创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我是连仲伟，这场达人秀我们下次再见。作为一个玻璃艺术的创造者，是要满足精神还是满足物质需求为主，这是人生价值观的选择，两者的衡量并没有对错好坏。无疑是满足精神工作者的人生价值多数以利他为出发点，而满足物质者多以私利为出发点，不同的出发点有不同的结果，衡量的准则方法也各有不同，因此开创了不同的人生。